好，我记得潘粤明。尊敬的 Marilyn 部长，尊敬的加拿大三居政府的代表，尊敬的华联总会新任主席温国宁先生，尊敬的前任主席林信勇先生，尊敬的各位荣誉主席、各位侨领、各位侨胞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很高兴出席金满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新晚会及第十六届理事会就职典礼。首先，我代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给大家拜年，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猪年大吉。华联总会1985年成立以来，在历届主席和常务理事会的引领下，广泛团结大多地区侨华人，积极参与加拿大经济社会建设，热情支持祖籍国经济发展和家乡公益事业，大力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切实支持中加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华联总会一直以来对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的工作予以了大力的宝贵的支持，我也借这个机会向华联总会表示衷心的感谢。经过30多年的辛勤耕耘，华联总会在大伦多地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一届理事会积极支持安大略省议会就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通过动议，组织了大规模的签名和集会。今年又在大多伦多地区建立南京大屠杀遇难纪念者纪念碑，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影响。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多年来高度重视华联总会，我们希望新一届的华联总会理事会能够继往开来，带领华联总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希望大家继续广泛团结联系老侨新侨，不断增强代表性和凝聚力，加强会务建设，提升规范化水平。希望大家继续胸怀全局，着眼长远，积极关注事关华人社区整体利益的重大事务，有所作为，不断提升华人社区形象，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更多的促进中加友好。最后，我祝华联总会新一届理事会工作顺利，祝华联总会会务兴旺发达，谢谢大家。谢谢，也谢谢韩总，也谢谢总领馆的大力支持。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有请的是 Regional and City Councilor， Regional Councilor Zhou Li， 万景市区议员李国贤先生 ，and City Councilor Jim Carajanis， 多伦多的市议员詹嘉礼先生，还有 City Councilor Anna Hu， 万景市市议员何富锦先生，以及 Amanda Yang Kuchi 杨琪清女士，以及 One City Councilor Sandra Yang。Welcome， 旺市的市议员杨世婷女士，有请。好，有请我们几位区议员和市议员来跟大家致辞。首先，要祝贺我们主席共八年团的天使历史，在今祝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年吉祥。恭喜恭喜 ！Good evening, honor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First of all, welcome you all to this beautiful city of Markham, not Richmond Hill. And sorry, sir. And I want to wish you a very prosperous and healthy year of the pig. 我在这里祝大家猪年。祝年快乐，身体健康，祝大家猪龙入水，恭喜发财。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members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colleagues and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大家好，恭喜发财，恭喜发财。Be healthy and wealthy, because when they're wealth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will tax you.Our tax line is flat, but we tax you the most. I'd like to invite up Mr. Wang Jihao and Mr. Wang Guoning. We have special accommodation on behalf of the City of Toronto. We thank you and congratulations. 同时我们也同时我们也有请多伦多市长 John Tory 的助理 Mr. Vance Gaspedo,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John Tory, bring the greeting letter from the mayor of Toronto. Anyways, thank you everybody. Unfortunately, Mayor Tory cannot be here, and there's a Toronto City Councilor here, and he's already giving greetings, so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好，有请孟国宁主席介绍我们的市议员。Please stay on stage to give the greeting letter to. 专程送来的贺信，当然还包括我们的庄德利市长送来的贺信。再一次的恭喜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也祝我们华人总会越办越好。好的，那么非常的感谢啊，我们各位市议员送来的贺信，也祝贺我们的华人总会得到了来自各方的支持和祝贺。好，那么同时呢，我们要非常的感谢我们多伦多的华联会的永久荣誉主席魏成义先生，那么他也是作为我们